谢谢谢谢谢谢啊，谢谢啊，那给于老师的什么呀？这是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啊，来就来吧，还买东西啊？嗯，哎，我听见了，听见了啊。嗯，嗯，你要干嘛？嗯，我的天啊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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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给于老师的啊。哦。谢谢谢谢谢谢，这就走了。嗯，可不是走了吗？也没喝口水，你看了吗？这都是人家给您的，搁您那儿吧，碍事儿啊。哎，嗯，每回演出啊，每次来演出弄得都跟上货似的啊。重庆是千里为重，广大为庆，两个字的解释。重山重水重庆府啊。嗯，来这演出特别的开心。嗯啊，这个剧场像个蛋糕似的啊，好几层，这是啊，这一层两层三层四层 啊， 啊，五层六层七层，没有那么多层啊。尤其那儿最后一排那，你瞧离咱多远啊。是啊，你们是没有钱买头里的吗？对，嗨，什么话呀，哪有这么聊天的呀。注意安全啊。啊，你们要掉下来底下 VIP 还得补票。今年其实演出不是很多啊，少，去年演的太多了。去年是我们的大庆，去年德云社成立20周年。是的，5000人以上的这种体育馆的演出我们演了111场。是5000人以下的演出整个德云社演了3000多场。嗯，我说我们不能再敬业了啊！这一年把中国相声界150年的演出都演光了，好家伙，嗯，再演会累死人的。嗯，所以今年其实就处在一个休息的状态。哎，啊，好多演出也都推掉了，半度假。好多节目找我来，我也推掉不去，不做了。哎，做不了，歇一年吧。啊，嗯嗯，整个上半年其实就演了一场日本东京。哦，就在日本演了一场。对，因为算了算好像就东京没有搞过相声的商演，商业性演出。商演啊，对，这个商演它不一样。是吗？商演是卖票啊。对啊，这个不一样。嗯，这其实同行啊，不错的朋友们人家也出国。哦啊，他有的比如带着钱去啊，或者带着企业家去，那另一回事。带着钱去？哎呀，从国内找好了带着钱去。哦，嗯，但是商演是卖票啊，是挣钱。到日本演出我还挺感动。怎么感动了？一出机场好多女观众接我。啊，女观众打着一个横幅，写的是欢迎郭德纲来日。哦，这个这个日本的观众还是很热情。嗯，但是咱自己知道我已经不年轻了。哎，这没岁数什么事，跟岁数没关系。于老师比我晚去了几天。是的，他去的时候依然有人打着横幅，哎，欢迎于老师来日，都一样。但是接他的是男的。哦，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。您受累吧。啊，别客气了。嗯，我们哥俩在一块儿干了半辈子，是也实在是没出息。这俩人怎么呢？没有别的手艺，就会说相声。就会说相声。嗯，能耐一般，水平有限。哎，中国相声界比郭德纲强的，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。是，哦，那会有的啊，会有的，会有的。嗯，一枝独秀不是春啊，希望这个行业好。是，当然要先把观众放在心中。那是，观众是第一位啊。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，嗯，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哎，谢谢各位了啊，谢谢各位。
怎么把相声说好？怎么？怎么能说好？是，最简单的艺术形式。那倒是。最难也是这行。哦，也不容易啊。哎，好汉子不爱干，赖汉子干不了。还真是。你也会说话。嗯。为什么要花钱听我说话？啊，就是说话。高科技。嗯。啊哈。哦，这还算高科技。今天这没多少人啊，几千人，有的时候大的5000人、8000人、10000人。嗯，这10000人他不一样。那当然，文化背景不一样，家庭出身不一样，嗯，做人准则不一样，今儿出来心情不一样，哪儿哪儿都不一样。要怎么马上的一个瞬间把这10000人、几千人所有人调整到一个频率？哦，最难了。这是功夫了。相声说好四个字，哪四个字？雅俗共赏。我们经常说这四个字。雅要雅的那么俗，嗯，俗要俗的那么雅。哎，您还别说，这是辩证的关系。单纯的雅和单纯的俗不成世界。哦，单一个都不行。哎呀，特别的雅，雅的都不行了，那就坏了。不行吗？人在一个没有细菌的环境里无法生存。哦，雅到极致不风流，哦，就不好了。无与你焉有何花呀？这话还挺深奥。你雅得过昆曲吗？昆曲是很雅戏啊。清朝末年都得是赶考的举子，念书的秀才，嗯，捧着24史，捧着康熙字典听昆曲，引经据典的，每一句唱词都3-4个典故。是是，那雅到头了。对。所以民国的时候就没有人买票了。曲高和寡，太雅了，我跟你着那个急去了。对，老不懂啊。太雅了不行，太雅不行，太俗也不行。太俗怎么不行呢？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。嗯啊，谁看呢？没人看啊。您的观众都在这儿呢。哎，重庆的观众这素质有待提高啊。你们这什么都看呢？你们所以要雅俗共赏。说的对。什么叫艺术啊？不管你是相声啊、京剧、川剧啊、评书啊、电影啊、话剧，都算艺术。嗯，但是艺是艺，术是术，这还分开解释吗？艺是指的能耐本事，术是把你的能耐卖出去。哦，这是方法。那当然了，光有艺无术不成艺术。哦，你说了天花乱坠，说出人，哎呀，说出人皇来了啊，你都说出龙叫唤来了。嗯，你的艺术这么好，那么好，那么好，这么好，你一卖票1毛钱一位，观众扭头就走了，你这个也不灵。不买票，为你花1毛钱都冤，你还有什么资格探讨艺术？嗯，能卖票未必是好演员。嗯，不能卖票肯定不是好演员。说的有道理啊。是很重要。嗯，在这个舞台上郭德纲只占20%。哟，这那80%呢？于谦和他的家人。嗯，嗨，合着靠我们家人这儿盯着呢。真有那个道德表演艺术家们哈哈道德表演指责我啊？指责什么？郭德纲，你为什么要老说于谦的父亲？哦，说于谦的媳妇儿。嗯，说于谦的家人。列位啊，你以为我老说他媳妇儿我就那么开心吗？啊，你就这么开心，就都让我看出来了。您，我从小说相声，7岁干这行。哦，最开始我是捧哏的出身。哦，这个位置我来他这活，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，捧了哏10年，外边走马灯一样换逗哏演员。哦，谁站这儿谁说我。哦，也说你。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？嗯，郭德纲他媳妇儿怎么怎么着？嗯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嗯，不为什么。嗯，应的这个活，挣的这份钱。哦，就这个差事，谁在这儿谁来这活。哦，你别以为那都是真的呀，你有点太单纯了就。哦，就跟唱戏似的。哎呀，唱京剧，这老艺术家95了，值得尊重。是，他上台，他唱小生，95，他也是个孙子。那可没胡子吗？你挣的这份钱呢？
六岁一小朋友带个胡子上台唱京剧、嗯、六岁他演的是个爷爷，那唱的是老生，应的这个活啊。对，这就跟你们看电影电视剧一样，是吗？话剧里边这管这叫爸爸，你知道那是假的。嗯，电影里边一男一女俩人一被窝睡觉，你知道是假的。嗯，啊，什么电视剧嘟嘟嘟一打枪死一万人，你知道是假的。嗯，怎么到我这都是真的呢？啊，对呀、啊，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？嗯，嗨，啊，所以说，艺术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哎，我们俩，当然我老说我们俩实在是没能耐，怎么叫老干不了别的？嗯，只能凑合跟这行吃晚饭。大小学的就这个。相声想说好，有两点特别重要。哪两点啊？第一，嗯，健康。这怎么还跟健康有关系？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、嗯，你只要把那三个人熬死了，你就是艺术家。是啊，好家伙，真的，还这么解释呢？你细琢磨去吧。啊，35死一个，42死一个，43又死一个，嗯、就剩你连个人话都不会说，熬到97，你就是艺术家。怎么呢？你有话语权呢。那仨天大能耐，他。他成婚了呀。啊，对，死了。健康很重要哦，无论干哪行你就记住了，只要熬到最后你就是胜利。哦，就得熬着、啊、当然这熬说熬的啊，你得有点真能耐。哦，这本事是必须的。本事就是文化。哦，就是知识了。哎呀，得让您各位乐。是啊，得让您各位开心。嗯，听完出门一琢磨，这票钱值。那就乐了吗？这都是文化。当然有了，那个别观众来了，我就爱听不笑的相声。嗯，坐三个小时千万不要让我笑哦。哎呀，最好痛哭流涕。呵，我这个后半辈儿我才能觉得我能往人上走。你瞧瞧，这得人扎成什么样儿、哎、这准是拔牙的时候伤着前列腺了、嗯、好家伙，牙根长太深了。所以说相声呢啊，得有文化。那是，这就是最有文化的人。我呀，我您客气，观众到后台来了，郭老您签一字吧。啊，接过来给人写郭德纲三个字儿，签名吗？于老师签个字吧。这找我了。于老师就把毛笔掏出来了。啊，拿毛笔多见身份呢。毛笔写于谦这两个字也是给人签呢。这哎，你的哎嘿嘿还、哎、讲什么？好的，我这名字还带俄罗斯血统是怎么着？怎么那么长啊？竟写错。哎嗨，更不怎么样了。这个写字画画都好，我都喜欢。这岁数还上中央美术学院画画去。嗯，我都从头学起。中央美术学院培训班是吧？ 对，我上这儿。我叫于谦。是，我来学画画可以吗？那当然可以。你们这里有那个人体素描吗？哎，我怎么单学这个呀？就是那个大姑娘小媳妇儿不穿衣服让人画呀、那个、啊啊、也有男的多新鲜呢、啊、我可以报名吗？你行吗？可以啊。哦，填表交钱。是，去了两次就不去了。我费这么大劲怎么两次就不去了呢？冷。哦，我脱光了让人画去了，那是冷。那个单纯善良啊，我得受骗了。这叫我们打小在一块儿长大的。嗯，发小。于老师三岁习文，四岁学武，五岁胸口碎大石。嗯，我这练过点儿。20岁参加工作。嗯，你先等一会儿。我五岁胸口碎大石，怎么20岁才参加工作？中间这十几年我干嘛去了？养伤。我跟大石我们俩谁碎谁了？我们当年上小学的时候在我们班啊，这是最有钱的人了。哟，怎么又提到钱了？没事儿坐在那儿就数钱。哦，就有钱。老师前面讲课，他这儿掏出一袋，然后数着咽去，数钱。嗯，只要是没见过的东西啊，必须买。好奇心强啊。数着钱了，回头看见同学，嗯，拿的什么？我没见过的。油条。嗯，我连油条都没见过呀。我这什么有钱人？这是你们家那油条都是碎的。
我们家吃油条干嘛碎的呀？炸好了油条又酥又脆啊！这家人有身份，是这么大根油条，自个儿拿着吭哧吭哧那么嚼，没身份啊，不好看。哎，都是他们家厨师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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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都是他们家厨师弄好了，啊，哎呀，哎呀。有身有钱的人这都是啊，就省得消化，整根的没见过，嗯，整根的没见过，嗯嗯，给你50块钱，哦，我们小时候是70年代末啊，50块钱买半根油条，啊，一个壮劳力一个月挣30块钱，好家伙，50块钱买一油条啊，不知道怎么吃，嗯，没我们家的咸，多新鲜呢，厨师口重，嗯。反正是没见过，必须买，哦，都得要。哎，郭德纲，嗯，伸手，这干嘛？咱们就得伸手啊，干嘛呀、啊？谦儿哥，嗯，你怎么会有小贝壳？小贝壳？给你这300块钱，300，小贝壳拿来，小贝壳也要，一把抢走了，300块钱，我这哭的都不行了，拿了300块钱。哎呀，长大了才知道了，知道什么了？那是开心果的皮儿，哎呵，我这300块钱花的，你这大户人家就是不一样，我连开心果都没见过，啊，有的是钱家里头啊，书香门第，宦官之后，对，宦官之后，啊，宦官是太监，哎，那叫官宦之后，官宦之后，哎，您把官搁前头，想当初他的曾祖，曾祖父在清朝做过官。啊，有过那么一任，我记得我见过一张老照片，就是他曾祖，他还照过照片，清朝那会儿已经有这个照相的技术了，是，但普通老百姓你根本想都不要想，一般人照不起，李鸿章我记得有照片，那多大官儿的，左宗棠也有，是，慈禧太后也有，那甭说慈禧太后旁边那个是不是你曾祖，对，不是不是啊，没有胡子啊，就是没胡子才不是呢。哦，哦，你曾祖有胡子，大胡子呢，顶戴花翎黄马褂，对，胡子，哎，坐这儿是背后中堂挑山对联，哦，还有对联儿啊，后边照片有对联，上联是上联是吃亏是福，呵，下联呢，福如东海，哦，这得吃多少亏呀，啊？这得如东海，你这做官的嘛，座右铭啊。哦，他曾祖那会儿是什么官儿？我想怎么着，在冷宫卖冰棍儿是？哎啊，这不得赔死吗？这个冷宫里头卖冰棍儿。后来升官了，这回是后来是负责鹤顶红的品鉴，这玩意儿官运不旺吧？上任当天就去世了。哎，那就是来活了，那就是。嗯嗯。哦，所以说后来你祖父就说嘛，说什么呀？咱们家人不要再做官了。对了，哎，富贵无三辈，清官不到头嘛。这个是的。啊，他祖父就是他爷爷啊。说我得有个好身体。哦，对对，练身体了。得好好的活着。是是啊，你我父亲就英年早逝啊，啊，4岁就没了。你看我们这一家子，4岁就没了，啊，几岁？4岁哪儿后边还哪有这么一家子人呢？44岁。哎，那差不多44岁，哎，啊，我们得好好活着。嗯，所以他祖父练武术，哦，强身健体。哎呀，18般兵刃，样样精通啊。是啊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，嗯，带尖的，带刺的，带轮的，带刃的，带绒绳的，带锁链的，带倒齿钩的，带峨眉刺的，嗯，全练过，全会。投名师访高友，怎么着意思？天下这些个练武术的大侠们，哦，都教过你祖父。哦，他全学呀，啊，最厉害的是有一个当年那个铁砂掌的一个名家，哦，手上的功夫铁砂掌好，据传说这位大侠单巴掌500斤的力气，这多大能耐，这俩巴掌1000斤呢，谁抵得了这？就这大侠，嗯，可惜嗯去世在一个清晨，这怎么死的呢？嗨，嗯，洗完了脸呐，啊，拍爽肤水，哎，这么大能耐跟自己使什么劲呢？这个脑子都碎了，
啊，这没弄好。类似这样的大侠啊，都教过你爷爷。哦，我爷爷死的还不早。嗯，爷爷厉害啊。啊，是啊。后来能力太大了。嗯，沾铁的兵刃不敢摸了。干嘛不敢摸了？怕出去把人弄死。哦，就能耐太大了，随身拿个葫芦。拿葫芦干嘛呀？就当兵器了。拿葫芦就跟人打架呀？七个葫芦。七个。一出去有口诀，怎么念呀？叮当了咚了当当。哎，葫芦娃。没有这样。没有七个。那可一个一个大葫芦。哎，一个大葫芦背着行走天下。哎呦，后来觉得一个葫芦杀伤力还是太大。那怎么办呢？当件切开了，背着半拉，拿一半走，半了葫芦这为瓢。是啊，快水。武林中给你祖父贺号，叫北京第一嫖客。哎，嗨，太难听了，这哪有叫这名的呀？后来练武术练得走火入魔，没法不入魔。他祖父啊，得病了，得病了，得病了。啊，是啊，这个走火入魔了嘛？哎，不是你们想象的，跟这个工作有关系的？没有，哪儿跟工作有关系？得病了，得病了，得什么病了？得了全身不遂。哎，全身不遂？得了两回半身不遂。那也得叫半身不遂，人不能动了。那叫植物人了吗？也不能说植物人，还哪儿动啊？嗯，第一是脑子异常活跃，哦，脑子行，反应也快，什么都明白。那怎么瞧出来的呢？第二，他就是眼珠会动，这多别扭，他都躺那儿转眼珠。你看啊，家里说这怎么办呢？全是眼神了，给娶个媳妇儿冲喜吧。什么叫冲喜呀？过去民间传说嘛，啊，得了病了娶个媳妇来借着喜事儿一冲就好了啊，有这么个讲究。传说娶了你奶奶，哦，奶奶过的门来，是伺候着你祖父。你瞧瞧，老两口子，嗯，生了七个孩子。哦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这玩意儿啊，就光用眼神就生七个孩子呀？这像话吗？这个？就这要强啊！不，这都全身不遂，就转眼珠了，生七个孩子，哪儿生的七个孩子？这就是个性，这俩人就嗨，跟性格没关系，他得能动。反正就是，据传说你们家有这么一段。哦，哎，到后来就传到你父亲了。哦，你父亲那个公子哥大少爷，怎么着？那个文言词叫纨绔子弟。哎，纨绔子，没听说过。玩大胯玩的好，没听啊。那叫纨绔子弟，先玩裤子，你知道吧？玩完裤子再玩大胯，是吧？把裤子玩掉了再玩胯呢？玩不玩啊？不玩。没听着，就叫纨绔子弟。纨绔子弟。对了，哎，家里有的是钱，是吗？他爸爸数钱啊，嗯，这你就随你爸爸，嗯，这什么都没传，这传下来啊？他爸爸数钱数了，他父亲没有指纹，指纹都磨平了，爸爸没指纹。哦，那年苹果手机出了，我给他爸爸买了一个，不要，干嘛呀？不能开锁。哎，这得靠指纹解锁，不行。哎，有的是钱。哦，他爸爸年轻那玩意儿，开大汽车。哦，开汽车。哎呀，劳斯莱斯。哎，呵，这梗劲儿的。啊，劳斯莱斯。劳斯莱斯。对，劳斯莱斯，喷法国的香水。什么牌子好啊？嗯，对对。哦，就这个味儿，咱一闻，哎，没听清楚。哎，什么事儿？你等。没听清楚这什么牌子？那现在，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就法了，这更不清楚了。您别着急，踏踏实实的。什么牌子？王守义啊，十三香啊！我爸爸出门喷一身左溜出去，打鼻子一闻，可洁宝了。那是，净想肉串了。那他爸爸厉害呀！啊，那是正经上流社会。哦，他爸爸吃饭，是那当年那个年头就必须吃西餐，那时候就吃西餐。哎呀，穿着小西装啊，他那刀叉都定制的，单做的，那，哎，纯银打造，就用料讲究，就吃西餐那叉子银的，嘿，一米五长啊，嗯，他爸爸哎扛这个吃西餐去。哦，嗯，你等会儿，我爸爸这不是吃西餐去了。
这取经去了，他这是有钱，有钱不用这么大叉子。说相声呢啊，都捆在一块儿，要跟他爸爸比，没法比。怎么比呀、啊？咱甭说是谁啊啊，我们有一哥们儿也不错的，说相声的啊，嗯、啊，就这个眼界没法比，眼界太窄。听说这儿开了自助餐了，哦，十多年前刚开自助餐，嗯，35块钱一个人随便吃。那时候是说相声的也去了，哦。哗！一推门进去，先来了3瓶碳酸饮料。嗯，是啊，啊，喝完了，坐在门口一边哭一边打嗝。哎，什么都吃不进去了，吃不下去了。嗯，回来问我怎么能报仇？我说你也傻。嗯，吃别喝呀。对呀，我吃什么能把钱吃回来？吃海鲜呢？找贵的呀。转天去了，这回行了，吃好了，吃了30斤海带。哎呵。什么便宜逮什么？你这玩意儿跟人家他爸爸怎么比？我爸爸好。呵，老头拿着刀叉坐在那儿。嗯，我这摆什么姿势啊？吃个饭。此山是我开，我得要劫道这。坐这儿。嗯，人家的服务生都认识。哎呦，于先生来了啊！啊、哦，那个有今天特别新鲜的牛舌哦，要一点吗？嗯，牛的舌头。对呀、啊，他爸爸。怎么了？新鲜牛舌怎么了？好恶心！怎么恶心？牛嘴里的东西怎么能吃呢？哦，嫌牛嘴里脏，不要，嘴里的不吃。有鸡蛋吗？啊，吃屁股里的是吗？嘴里的嫌脏，下出这鸡蛋能吃？不知你们这有钱人怎么活法？我没听说过。吃完西餐，他爸爸来一杯人屎咖啡。哦，嗨，等会儿，这该不会太恶心了啊？那叫猫屎咖啡，猫屎咖啡。对了，他们说这哪儿，纽约是哪儿有一咖啡馆，那一杯合人民币600块钱，是贵着呢，就这么一点玩意儿，最好的麝香猫。嗯，麝香猫吃完了咖啡豆排出来，经过处理，嗯，再磨的咖啡。对，猫屎咖啡就对啊，那个产量低。哦，人屎产量高是吗？那也不能这么做这咖啡啊。就照你爸爸这么花钱，怎么着？金山银山也有花完的时候。他坐吃山空了吗？果不其然，到后来落魄了，没钱了。他父亲脑子也快，怎么？我自食其力，做生意也得活下来。他要做买卖呀、啊。好，他爸爸最开始，嗯，智障，就是缺心眼儿。瞎说，智障吗？他有手艺，什么？制作手杖。哎，这嗨。这叫智障啊。哎，他爸爸智障1年半。哦，有年份管着倒还好。嗯嗯嗯，智障1年半，然后开始犯贱、哦、对，他智障了还不犯贱去吗？尊重一下啊。分这犯贱又是什么呀？就是贩卖宝剑。这都什么活啊？这都是连智障在犯贱三四年得有。好家伙、嗯、这丢了人了。挺好啊，不管怎么样，老头凭能力也养活一家子人，他挣的钱了，这就是志气。哦，要不然能有这么好的于老师吗？哎嗨，这家庭熏陶。那哎呀，嗯，别看家里多难，日子多苦，你也委屈过他、嗯、哦，总对我好。哎，他爸不管怎么犯贱啊，怎么这什么，不，你别提这犯贱了，这点钱给儿子花啊，从小到现在没受过委屈，没吃过苦。那当然，倒退多少年前，嗯，谦儿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哦，我都没见过。你没见过？递我一张 VCD 的光盘。啊，多少年前就有这个了？咱们家哪有这个呀？人家就拿上来。哦，德刚，你看看这个。嗯，没见过呀，不知道是什么，都是外国字儿。啊，外国的，印着一大姐姐。嗯啊，您那岁数可是大姐姐。那是底下有一行中国字儿，写的是18岁以下严禁自己观看。哦，这不懂，拿走给你。哦，咱家没有，不看。人家家里边 VCD DVD 都有。是吗？而且他这个最大特点，孝顺。这跟孝顺有什么关系？18岁以下严禁自己看。哦，把父母都请来。我也是智障去了可能。嗯，三口人坐在一块儿，嗯，放进光盘，嗯，开始播放那大姐姐。嗯，把他爸爸没气死。是啊，
买这个没用的东西啊，坏了吧？坏了吗？衣服都没放出来。对，没听说过。这跟 VCD 的机器没关系，知道吗？不服行吗？这服什么呀？哎，反正我们哥俩这些年，我对于老师特别的尊重，是吗？那当然，在一块合作，这真跟我哥哥是一样的。哎，就这关系，而且人家确实拿咱当兄弟，真关系好啊！吃饭他花钱，喝茶他花钱，喝酒他花钱，嗨，哪怕去那个地方也是他花钱。你先等一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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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等一会儿。去哪个地方？新华书店。哦，您管新华书店叫那个地方啊？你叫聂个地方，这咱俩就别咬言嚼字的了啊！新华书店，因为我爱看看书啊，是吗？当然，有时候家里没有的书，上他那儿借去。我那儿有，我家里边就是古典文学啊、小说这类多。他喜欢看传统。我那回想找一本那霍金写的，那叫《时间简史》嗯。哦，翻半天没有。嗯，打一电话，谦儿啊，你有《时间简史》吗？这话就不太好回答了，我怎么说的呢？谦儿听着不太开心。嗯，我有时间我也不捡屎。哎，回答的不是那问题。嗯，说拧了吗？那可不是吗？我说不是，我是要借本书。是，我说我家里都是五经四书啊啊，那么就这类传统文学，这你看到现在满肚子书哦，都看了，都在肚子里装。怎么就还肚子里装着干嘛？四大名著，你瞧还能摸出来啊。二十四史，哦，在这边。哎，大学，中庸，嗯，五经，嘿，四书。哦，哎，你摸摸你四书，嗯，来，好好摸摸四书。哎哎哎，来，也摸摸你二大爷。走走走，像话吗你这？摸着摸改四书了，五经四书嘛，哎，你说清楚了，一点意思都没有啊！哈，当然啊，嗯，您的学问是比我们强啊，你谈不到，真的没有。中国相声界，于老第一个打电脑，知道吗？我这打电脑呢，头一个打电脑的人呢，这是砸电脑呢，电脑啊，我电脑这么打，头一个玩电脑就是人家，我喜欢。到今天，嗯，电脑出了什么新的配置了？更新到什么什么如何了？哦，都是他告诉我们。我好研究啊，上家来一趟。哦，郭德纲，你上家来看看来。叫你，我这儿新出了一个万能电脑。怎么还万能电脑？咱去吧，啊，看看去吧，瞧瞧新鲜玩意儿。是是，好家伙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万能电脑里边亮着灯，一个盘子来回转。嗯，谦儿说你过来。怎么？那是微波炉。嗯，啊，嗨。这也太没常识了，这个过来了啊，跟电冰箱似的那么一个玩意儿，你瞧，万能的吗？哎，上面写着万能电脑。哦，谦儿坐在这儿。嗯，问吧。问是什么意思？你随便说，天文地理一不形象啊，历史地理你说得出来的，话音刚落这儿就出答案，全有答案，万能，万能，都能回答。哦，呵，你来来来啊。489642.79哦，乘以16879543.7894，哟，问多少？嗯，答答答答答，出答案了。答案是不知道。哎，嗨，这哦，出仨字儿就算答案呢？万能电脑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谦儿说了，你跟他开玩笑，他就跟你开玩笑。哦，他还有智能，这就是万能电脑。你试试。太高了啊！啊，我谦儿，你问他一个啊。谦儿说：“我来啊。”啊，谦儿问这万能电脑，演示一下万能电脑。嗯，我爸爸在哪儿？我这太随机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字儿出来了。答案是你爸爸在河边钓鱼。你瞧，这都知道。谦儿说：“不对呀，怎么？我爸爸妈上美国旅游去了？”那答错了，这是你那输入法有问题。哦哦，重问一遍。再问。电脑，电脑啊！我母亲的丈夫在哪里？这么问行？
出字幕了。当然，你母亲的丈夫在美国旅游。对了，但是你爸爸在河边钓鱼。哎，去你的吧！这个刚才是郑好老师啊，哎，郑好跟张金山，嗯，好像沈阳人都知道郑好，是吧？当年在电台做播音主持，对，郑好是艺名。哦，你想这个岁数人哪有叫郑好的去？啊，艺名，本名，本名叫喜定。喜定，喜定，对，就是他一落生，他爸爸说行了，啊，有一儿子了，嗯，咱家这喜事儿算是定下来了。哦，老一名叫喜定，嗯，是后来改的叫郑好。哦，就是因为他媳妇老喊他，给喊的不合适。怎么喊？哟，他媳妇喊怕什么呢？媳妇一进门，郑好没在家，啊，郑好的爸爸在家了，哦，媳妇得问，啊，爹，喜定呢？哦，这是让儿媳妇看见了，这是，嗯，啊，郑喜定呢？嗨。那个正在进行时的名字，嗯，后来改的名字改叫郑好。嗯，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啊。哦，其实今天现场观众比咱们热，都热啊，是不是啊？心静自然凉，知道吗？哎，你看我这心静，我这汗都下来了啊。哎，你静得下来吗？这挺好啊，因为干我们这行就是这样啊，不管什么冬天夏天，对我们来说都一样。哦啊，你没办法，演出嘛，这是工作。嗯，所以我们尽量多说一点那个电视台不让播的，来弥补一下您各位啊。哈哈，拿这个弥补啊？其实哪段都不让播，但是艺术的好与坏不能用播出来作为标准。这倒是，我们跟您各位，咱们就是将心比心。哦，拿您当我们最好的朋友。哦，什么叫朋友啊？啊，朋友要换来一边大，一边大。您各位花钱了啊？您坐在这儿，天还热，嗯，您捧我们了。我们怎么办？好好说，尽量多说，让您开心，这就叫哥们儿好，换了一边大。哦，就跟咱朋友圈似的啊。啊，你屏蔽了我，我一定屏蔽你。哦，就不加他了。你看，这都是朋友吗？朋友圈对不对？你能看我的，我也只能看你的。嗯，对吧？凭什么你能看我的，不能看你的？对吧？嗯，就好比说咱们洗澡去，我们都光着，就你穿一裤衩，你是搓澡的，是怎么着？是吧？嗨，哎。没有这么比的，朋友好要换了一边大。嗯啊，我们哥俩也是如此，啊，都一样。这么多年来关系特别的好，是。而且我老觉着谦儿哥对我帮助太大了。您太客气。整个相声里边，郭德纲只占20%。哟，那80%呢？于谦儿和他的父亲、媳妇儿、儿子，哎，好嘛，他的家人，哎呀，全说他们合着啊。有人说过。这郭德纲一说相声，怎么老提人于谦他们家里人呢？啊，列位，说句实在的话啊，嗯，甚至包括好多人问我，你老说谦嫂如何如何，嗯，你以为我说他，我就这么痛快吗？啊，是是，啊是啊，干这行没办法，嗯，你演的就这活儿，应的就这差事。是我当初小时候说相声，捧哏出身，站在桌子里头，哦，也是这位置，桌子外边这个说我说了10年呢。哦，他媳妇如何，他爸爸如何，他儿子如何，嗯，这就跟唱京剧似的，嗯，比如说你唱的是小生，嗯，你95岁了上了台，你也是儿子呀，对，唱老生这个6岁挂个胡子上台，他演的也是个爸爸呀，嗯，应的这个活儿，这是假的，没错，不要认为说我跟谦儿嫂我们就别那样，真的，谁那样啊？不就你这么说呢吗？不是老这么说回来，真传在他耳朵里边，不合适了。哎，现在就够呛了，啊嗯。观众喜欢您、爱您，才会有人给您打抱不平。是这样。谦儿哥往台上一走，你听这大哥说了吗？这是大哥吗？这，啊，这听着像是男的声音啊。无论跟哪儿演出，啊，只要说一报门目，于老师往外一走，嗯，全场观众，啊，啪啪啪，真的，干嘛呢？跟这儿。鼓掌啊！观众热烈鼓掌，啪啪啪！你们就鼓3下是吗？这掌声，这是鼓掌的声吗？就是观众喜欢您、爱您，知道吗？挺好啊！我这些年来，我要念于谦老师的好处。您又来了。我最没辙的时候，他在我身边。哎，那没。最落魄的时候，他在我身边。哥们儿。遭人陷害被排挤的时候，他在我身边。是是，所以特别想问问你啊，是不是你放的我？哎，好的，我也没赶上好时候，反正是，嗯，我认为啊，吃点亏其实是好事。是吗？玩笑说玩笑，老一帆风顺不是好事。哦，雷霆雨露俱是天恩。
人这一生什么事都得经过，尤其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健康。哦，还是健康。哎呀，有的时候一进后台一看于老师坐着抽烟呢，啊，我就能看出来今天身体不好。我这抽根烟有什么身体不好的？感冒了。你怎么瞧出来的？一个鼻子眼冒烟。你瞧这观察还挺细致。嗯，就得赶紧提醒。那是，注意身体。哎，少抽烟。嗯，多休息。嗯，不要喝酒。哦，不要烫头。哎哎嗨，跟烫头没关系。你看这玩意儿，有时烫头时间长了，影响体力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人呐，最重要的就是健康。哦，你趁说两眼石油，八座金山，你不如身体健康好。那是，而且跟身份没关系。什么叫身份？哎呦，这个人大腕著名演员，他也得感冒发烧，也得得病。我有个徒弟叫岳云鹏，啊，这都熟悉啊，你也挺有知名度啊。那回住院了，因为什么？这儿开刀切小瘤子。哦，好像还是有过新闻报道。有熟悉的观众会知道这个情况 啊。就这儿长一瘤子，嗯，开始不丁点越长越大。哎呦，那年刚上完春晚，上家串门来啊，我发现的。怎么发现的？春晚结束，上家来开心呢。高兴，师傅，我上春晚了，我这个我那个，嗯，孩子高兴，陪着孩子说呗，是，越说越高兴，嗯，他把鞋脱了，哦，这盘腿上沙发了，他把鞋一脱呀，啊，我20年的鼻炎好了，这得多刺激啊，这个，都看不见了，我都，至于吗？旁边那屋就是洗手间，哦，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嗯，我给你摁马桶里冲走吧，好家伙。摁了3下愣没下去。嗯，我心说这人这个脸太大了。嗯，瞪上了一看，这有一疙瘩。好，合着这疙瘩卡着呢。嗯，上医院查查吧。嗯，到医院大夫就留下了，做手术太危险了，尤其这儿，哦，这个脸上的神经线多呀。哦，有点事怎么弄？嗯，一说做手术，把他吓坏了。小月呀，吓得他连家乡的方言都想起来了。哟，他是河南人呢。哎呀，我的天爷！哦。这可咋办嘞？哎呀，动手术嘞！啊，那个大夫不错，怎么跟的是老乡，也河南人。哎，这别害怕，我不要紧，有我嘞。哦，你瞧，有你有管啥用嘞？我也害怕，我是第一次做手术。哦呀，你这叫啥话？怎么？谁不是第一次？这就更可怕了。这个全是第一次。推到手术室啊，打一针麻醉。哦，手术之后很成功，那就好。推出来苏醒之后一问，嗯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不错啊，这儿都不疼。好，嗓子疼，怎么动这儿嗓子疼啊？给他做手术啊，啊，名人呢，哦，来了好多小护士跟着一块看着观摩。手术成功了，这帮护士一鼓掌，嗯，大夫太高兴了，哦，翻了个场，把扁条线切了。哎，没听说，做手术还翻场呢？嗯。所以说得病不得病跟身份没关系啊。对，你看我们今天这主持人谁？侯震，有认识有不认识的啊？哦，侯爷，啊，知道哈，哎，都熟。今天这主持人，嗯，他是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。哦，少侯爷侯震。对啊，这个人前两天也住院了。哟，他怎么回事啊？嗨，侯震是个好人，不贪财，不好色，不争名，不夺利，没毛病。只有两个爱好，什么呀？一个是好吃。哦。反正对他来说就没有不能入口的东西，全能吃。比如说今天其实台上我们是4个话筒，我他吃了一个，在后台正嚼呢。哎嚯，还说了，啊，沈阳这甘蔗硬。哎，对对，牙口好，爱吃。嗯，第二个爱好就是爱说话。哦，好聊天。他这个说话是不用理睬，可以不理他。咱们要说话有一句没一句的，我跟你说你要不理我还得问你，你怎么不搭茬啊？对呀，啊，他那个不需要，不搭茬也行。哎，你随便，你坐着睡觉也行，你干嘛都行。嗯，让他说就行。哦，前两天说的我脑浆都沸腾了啊，买张机票给送了3亚去了。哦，海边上再回来一瞧啊，啊，牙都晒黑了。哎，好家伙，还说呢，冲着太阳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哎，好过瘾呢，他这就这么个猪。前两天侯爷上医院了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出去吃顿饭受伤了。吃顿饭有什么可受伤的？嘴不好啊，还说呢？来菜了，往这一放，哦，腰果鸡丁，这菜很普通啊。侯爷这话就来了，说什么呀？这菜叫腰果鸡丁。哦，
俺就爱吃腰果鸡丁，这味儿还真像。因为这里边腰果和鸡丁，所以它叫腰果鸡丁。这不是废话吗？这腰果呢过油，然后搁在嘴里一嚼，嘎吱吱嘎吱不响。哦，倍儿香。嗯，鸡丁过完油，搁在嘴里一嚼，嘎吱吱嘎吱不响。这能是一个口感吗？这个俺就爱吃腰果炒鸡丁。哦，嗯，但今天这菜有问题。怎么呢？有几块肉看着不像鸡丁，哟，像肉丁。哦，当然腰果肉丁也不难吃。是，腰果过完油一吃，嘎吱嘎吱不响。还是倍儿香，肉丁过完油，嘎吱嘎吱也倍儿香。这嗨呀，都一个味儿。但如果我想吃腰果肉丁的话，何必我再点着腰果鸡丁呢？就是因为腰果鸡丁比腰果肉丁好吃。哦，当然了，嗯，你有两块鸡丁，有两块肉丁也无所谓。哦，你这腰果里边还有花生呢，怎么那么乱呢？这菜。当然了，要花生鸡丁其实也挺好吃的啊。你花生过完油一嚼，嘎吱嘎吱倍儿香。嗨，鸡丁过完油，嘎吱嘎吱倍儿香，全倍儿香，也挺好。那直花生也行啊。啊，这里还有松子呢，是吧？好家伙！这来回叨叨这七八样东西啊啊，说了40分钟啊！哎呦，整个世界都凝固，就听他一人的了。后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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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他一人的了。后炒菜的下不去家伙啊！挨着他旁边吃饭有一主要一个牛仔骨哦，拿小刀要切牛肉嗯。哆嗦半天下不去，听得心乱啊！实在没辙了啊！我去你的吧！啊，好家伙，这怎么回事？这刀给侯爷扎屁股上了，好嘛，下狠手了。侯爷一回头，嗯，我点了腰果鸡丁。哎，还说呢？好家伙，这不疼啊？是怎么的？我就爱吃腰果炒鸡丁啊。因为这腰果锅又干吱吱干吱不香，行了，全饭馆人都起来了啊，把刀给他拔了，嗯，抬出来送到医院去了，赶紧去吧，你屁股上扎一大窟窿啊，那还不是得缝针呢啊，来到这医院，趴下把裤子扒下来，嗯，人大夫拿那个酒精棉给他消毒啊，就得这过程，擦了30来分钟啊，哦，那么长时间，侯爷害怕了啊，怎么的啦？嗯，您是侯老师是吧？啊。戴眼镜，大夫戴眼镜。哎，都说您爱说话，是我有小建议、啊。您说，您以后拿说话的时间啊，您就抽出20分钟来啊，洗洗澡吧。哎，好嘛，这擦泥呢，这20分钟，这大黑屁股蛋子，好，让这大夫擦出一小白圈来。嗯，8斤棉花，嚯！全擦下去了，大夫连被我都拆了，给他擦。哎呀，洗洗去吧。这一句话把他勾出来了，是吗？趴在那儿。哦，你以为我乐意来呢？不乐意吗？我今天出去吃饭去了。哦，你猜我点的什么菜？哎，对，这就要入正题。凉菜你别问啊，别问凉菜啊。嗯嗯嗯，我点了一腰果鸡丁。哦，我就爱吃腰果鸡丁。哎，行行行，腰果一罐，腰果这事儿没事。行了，好。又说一遍，把刚才这又来一遍啊！啊啊，大夫这汗呢哗哗的，说了40来分钟啊！对，一过说完了，嗯嗯，我这好缝啊！啊，你要不说话早缝上了。哎，对，净听他的了，缝吧。啊，一出汗，大夫这眼镜掉地上，嗯，啪碎。哟，这眼镜13000度。哦嚯，拿显微镜的镜片改的。好家伙，掉了这眼镜，这大夫几乎就看不见了，那就没法做缝了。那就，但是这个大夫非常的敬业。这跟敬业有什么关系？凭感觉缝。这怎么凭感觉缝啊？哎啊，反正屁股上是个眼儿，就给你缝上呗。哎，好嘛，那一样嘛，那个对吧？啊，还摸着看是。哦，好，行，好，还不小、啊、就是他啊，哎，走你，我、哦、真疯，嘿，真劲还挺大，哎，那是，嗯，风结实点的嘛，哎，一点气儿也别漏，哎，这是漏气儿用的吗？这，嗯，缝完了吗？哦，拿牙咬啊，这太不讲究了，这个，站起来吧，啊，侯爷提裤子站起来，哦，怎么了？不对，嗯，说话怎么发紧呢？哎，这个，这回兜得住底气了，这回。哟，嗯，你缝这是我自己带来的这个呀、啊？嗨、哎，我说缝错了吗？这怎么办？啊，一摸缝在这上面还有一个蝴蝶结，
这蝴蝶结是怎么回事？大夫原来干十字绣的，哎好，全赶一块儿了。我们这好几个最近都住院了，还有谁呀、啊？还有一个叫孙越的，哦，就是跟岳云鹏说相声那胖子，哎，捧哏的，站桌子里边跟桌子一边宽，啊啊，将近400斤啊，孙越，嗯，他那裤衩脱下来要不穿上，你不知道干嘛用的，哎，这个没形这玩意儿，绣上花就是个桌围子，哎，对，怎么搭怎么有，嗯，大胖子啊，前些日子出事了，他怎么了？一回家媳妇儿跟他说，说什么？孙越，嗯，那个嫁给你那么些年，怪对不起你的啊。怎么了？也没给你生个孩子。哦，这回给你道喜。对，你要当爸爸了。嘿，预产期是下礼拜三。啊，这孩子是他的吗？这个，不是他的还是你的啊？别瞎说啊！我以为破案了。预产期下礼拜，太近了，下礼拜三或者下礼拜四吧。嚯，把孙胖子美的呀，高兴，推开门，好啊，嗯，我要当爹了，当爹了，要当王八了是吗？要当爹了，说清楚。出去跑一圈啊，那天正是去年北京下第一场雪，哟，那场雪可大，胖子在雪地里高兴了，哎，哇，跑步热情啊，高兴啊，嗯，跑了10分钟啊，嚯，跑了1米多，哎，这好。动不了地儿呢，就叫，刚完一出溜啊，也不知谁堆了一个雪人儿。哦，胖子高兴了啊！哦，我要当爹喽！咣，踢这雪人哦，咔，怎么了？腿就折了。踢个雪人腿能折了吗？雪人堆在消防栓的外头。这呵，谁这么缺德呀？这是，咔，腿就折了。那还不折？400斤就歪在这儿了。哎呀，雪越下越大。哦。谁打那儿过都是，嘿，这雪人真可爱啊，还可爱呢，鼻子眼还冒烟呢，那这真人那是，夜里12点才发现啊，抬回家扔在床上化冻，好家伙，凌晨4点半才化开，哎呀，啊，疼啊，那是一较劲一翻身，打床上掉地上了，还摔一下，当当当，还弹呢，地上好几个油印儿，哎呦。太腻了，送了医院吧。啊，大夫赶紧来。哎呦呦，好家伙，翻身摔坏了啊！啊，什么时候翻的身呢？嗯，1949年。哎，嗨，谁问你解放那年了？问您打床上翻身那年。人大夫也挺客气哈。啊，你要死啊你？哎，对，摔晕了呢。拍个照片吧。啊，这腿摔折了，拍片子。这得拍。大夫一会儿拿来了。哦，孙老师，看您这片子啊，啊，好家伙，够力。怎么？这儿折了。哦，这是粉碎性的骨折，还挺严重。这是抻了筋了，嗯，你看这是软组织挫伤，哎呦，伤筋动骨100天，嗯，安排住院3个月，应该的。他说不行啊，怎么呢？下礼拜三预产期啊。哦，他媳妇生孩子，要生孩子，嗯，大夫能快点吗？啊，等10分钟。哦，10分钟之后大夫又来了，嗯，看这片子怎么着？好了，我这儿好了，嗯，这儿也好了，耶，好了，这都好了，好了啊，好了。怎么这么快呀？我看你太着急了啊！我给你 PS 了一下。哎，没听错了，片子 PS， 这伤怎么办呢？这糊涂车子吗？这不是？听到这个消息，于老师找了去了啊！你要死啊你啊！这我得说说他。上医院找我呀？啊，那边那家医院不能去。怎么呢？那是曲艺团的三产。哎嚯！大夫都是那帮说相声的，卖不出票去当大夫知道吗？哎呦！来吧，啊，我带你上这家医院吧。这边好啊，这家医院跟我有交情，你看看，我们家好多亲戚都是死在这儿的。哎，这好嘛，这交情这么建立的感觉。弄个三轮车啊，给孙胖子拉着到医院，送医院去。院长、大夫、主任都出来了，怎么那么高兴？谢谢于老师，哎呦，给我们送猪来了，啊，这是啊，这不是，你别胡说八道。孙老师，我师弟，哎，这孙老师有问题要动手术，哎，请，嗯，直接抬到手术室。就直接去了，这是您的面子。中间环节全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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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间环节全免。哎，什么叫挂个号？我们都没有啊。那是进手术室，嗯，给胖子扒光了，嗯，放在手术台上，要动手术。打开无影灯，呵，大夫们消毒、洗手、戴手套、口罩，准备齐了。嗯嗯，手术台旁边有张桌子，这桌子是于老师坐在那儿，嗯，吃涮羊肉。哎。人这无菌似的，我在这吃涮羊肉。就说您这个身份呢，啊，哦，坐着端着杯，我还喝，哎，哦，拿筷子涮肉，呵，吃，不在乎，吃，哎，哦，这儿请麻醉师，
麻醉，给孙胖子先麻醉。哦，麻醉在尾巴骨这儿，尾椎，尾椎这儿。嗯，是一推，让胖子侧着身。哦，麻醉师来了，先拿个圆珠笔啊，啊，在胖子尾椎这画个圆圈。画圆圈干嘛？写上，嗯，争取打中这儿。哎，嚯，没谱啊他。护士们也都接过笔来啊，肯定会成功。嚯，老天保佑，唱喜歌，会有一次打中的。哎呦，我赌300块，就别下注了呢，没谱感情。拿过针来，嗯，扎上打针，针好，行啊，一针下去腿木了，那就成功了，没有知觉了，半身麻醉。大夫说来啊，啊，跟孙老师谈谈手术费的问题。哎，这好嘛，你是怕他跑了是怎么着？别别别别别啊！你这是谦哥的朋友，我的哥们儿啊。于老师，这是您的朋友吗？我告诉他呀。嗯嗯啊，我就别喝了吧，这眼瞧动手术了我。好极了，哎呀，啊、看在于老师面上，那就算了吧。来，就是上身麻醉哦，又扎一针啊，上身麻醉，全身的了。孙胖子昏睡过去了哦，四仰八叉躺好，开始吧，消毒都完事了啊。大夫拿手术刀嗯，在肚子上开膛，呲、哦、儿。啊，肚子拉开，拉开了。嗯，问护士们，嗯，什么病？哎，后问呐。护士们看看啊，赶紧说，腿折了。哎，对，早干嘛去了你们？这你们告诉我一声啊！哎、你没问呢，这切开怪麻烦的 啊。啊那、哎、事儿闹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于老师啊，于老师怎么着？你还添点什么不添吗？哎，就没听说过，添也不添他这里头的。于、啊、老师，啊啊，对，别喝了，我就这要出人命了。拿针干嘛？哪儿的事儿就您不说一声啊？给他缝上。哦，哎、你瞧还真细致。嗯，火这么快呢，赶紧。哎，好嘛。那大夫又调这医院来了。缝好了。嗯。孙胖子苏醒过来了。好。哎呀，谢谢大夫们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。是是。谢谢护士小姐们的周到的关照。嗯。也谢谢院领导。嗯。要是。哎。瞧见了，这个谁给我解释一下？哎，对，这开膛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这个啊啊，孙老师是这样的，你说说说说，您这个腿关节有问题啊，所以我们的手啊得从您肚子里进去拧着。没听说过，他能信吗？这个他这还行，嗯、啊，他这是不得已住院哦，要赶上高峰是上赶着住院，是有上赶着的吗？这德云社有一个叫高峰的都知道吧？啊，高老板，哎，都知道，都一会儿就来啊，高老板，嗯，高老板这会儿。这会儿高老板正在后台啊啊，来回溜达呢，干嘛？走着走着，嗯，哎，别别，他还没到那岁数呢，哦嗯、我看他跟后台是抖了，哎、这个啊，一会儿又他高峰啊，这他没来我能说啊，高峰是我兄弟，是，但高峰啊是我认识人里边心眼最小的了，怎么叫小心眼呢？就怕死，哦，惜命，每天上医院最少2次。一天2次，哎，上午一回，下午一回，哈、哦，哎，有时心情好呢，去3回，啊，这还看心情，啊，一进医院，大夫，高老师又来了，啊，哦，高老师来比我们还早呢，哈，嚯、哦，啊，今天打算得点什么病啊？哎呀，打算啊，老怕死，哦，那个我来是有问题的，什么问题？你看我这手了吗？啊，我这个手指折了，哟、啊，怎么折的？食指折了，啊，嗨，我这个人呐，强迫症，这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？你看，你看这几个了吗？你看，啊，一撅就响，嗯，嘎嘣一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那个呢？这个不响哦，你就愣撅折的呀？这是，对自个儿太狠了，这也。你这怎么弄？啊，给他接上，弄好了。哦，下午又来了。嗯，大夫，我又来了。这回，大夫说下午打算得点什么病啊？好的，大夫，我很害羞。你说说。这有什么害羞的？您是不是常客啊？您送走了3个院长了都。嚯、啊！你怎么了？说说吧。我聋了，聋了，怎么会聋了？可不聋了呗？怎么是？你说说。你听不见吗？听不见呐！啊，声大声小不管用啊！啊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有好几天了。嗯、啊，我说的话听不见，滚蛋！哎，这纯粹起哄。你怎么会听不见？
不是，我没说完呢。你说清楚了。我是选择性的听不见。怎么叫选择？不是，我有点害羞。比如说，我听不见自己放屁的声音。哟，这也算是病。大夫说我干这行一辈子没听过这个病啊，给你吃这个药。哦，这药吃完了就听得见了。这药吃完了屁声大。哎，不治上头治下头，感情有点奇葩都在我们这儿了啊。转天又来了，这回大夫您好又来了啊。哦，今天上午打算得点什么病啊？嗯，我那个便秘。哦，五六天没上厕所了。是吗？大夫说你是不是吃了红糖人参了 啊？这没有，这玩意儿都连着的是吗？您这个啊，有没有啊？嗯，高夫说没有，不是，确实是五六天没上厕所了啊。大夫给开了两盒开塞露，这是对症。下午高峰就回来了，怎么了？不管用，开塞露不管用。当然啊，开塞露是挺好喝。哦，这嗯，不灵啊。废话，你喝了它能灵吗？那个把大夫气的呀啊！我给你开一疗程电钻怎么样？哎，没听说过。你这样的干脆你去验个尿去吧。哎，全身检查一遍。全面检查，甭废话，开单子验尿啊。你说验尿，高峰出来眼泪下来了。怎么了？哗哗流眼泪。至于吗？拿着那塑料碗验尿那个啊，没有尿啊。嗨，早上没喝水，没有尿怎么办呢？ 啊，打那边来一熟人。谁呀？孙悦的媳妇儿。他干嘛来了？不要生孩子吗？啊，产检啊。高峰啊，嫂子，哎，碰上了，你也来了。嗯，哎，你怎么要哭啊？啊，让我验尿，没有尿。嗨嗨，嗯，嫂子这儿有，倒给你点。没听说过，这能混着用吗？这嗨，说相声的娘们还管那个？哎，哈神，太鲁了。来，啊，去吧。哦，嘿，谢谢嫂子。哎，嫂子您等会儿干嘛？嗯，不一边多是吗？哦，给您这啊。Cheers！ 哎，干杯呀！我得把那锅子拿出来，你们这儿涮会儿行不行？谢嫂，大恩不言谢。嚯！嗨，这个您也是喝的好常来，这是喝的吗？那拿这杯验尿去了。哦，一会儿结果出来了，怎么样？高峰，嗯，怀孕。哎，对，那肯定是怀孕嘛。坐在医院的台阶上，高峰哭的都不行了。能不哭吗？你们看看呐，啊，高峰，嗯，怀孕。是，我恨死于谦了呀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骗我说不会怀孕呢。哎，去你的吧。